新闻头一条来关心，外科系的时间剩无到一个月，国立鹿港高中特别举行期末誓师大会，第六考试方特别赠送加持过文昌笔一个包啊，来只学生金榜题名。鹿港高中举办考前期末誓师大会，老师嘛特别送予考生包啊、肉粽，以及带着学生来敲响成功锣，希望予考生信心，顺利考到心目中的学校。所有的同学，鼓励，那也谢谢立委、镇长，给同学们的打气，还有天后的祝福。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仪式，能够让同学们更有信心，更正常的发挥自己的实力，有着好的未来大学的这个一个状况跟目标。期末誓师大会，真侪贵宾拢来替考生加油打气，过来送上吉祥物，祝福大家。好的啊，鹿港高中是我们鹿港最高的学府，尤其也坐育了很多的英才，培育许许多多的人才。那尤其在我们考前今天特别到鹿港高中来鼓励我们113年的学子，能够在考前能够来加冕他们。让他们能够金榜题名，尤其今天的带了公所的文昌笔，还有包子，表示一次鼓励，鼓励他们能够前程似锦。离考试剩无到一个月时间，考生进行最后的冲刺以外，学校甲家长嘛来祝福考生，也搁爱做因最佳的坚强后盾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